歌什么的。爱吃鸡儿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这玩酱，伴随着熟悉的音乐响起，你是否回忆起曾经的辛酸经历？在吃鸡儿游戏中，最悲伤的事情莫过于遇到外挂，我们就把这些外挂玩家称为神仙。今天这玩酱就给你讲讲这些神仙的神秘面纱。酷。哎呦我去，哎呦我去，哎呦我去，这人头拿的太难了，我是不，哎妈，我太难了。啊啊，哎呦我操，我靠，哎哎哎呦我去，搁半空给我打死了，闪背镜观战他，这小子搁半空给我打死了，闪背镜隐藏了战绩啊，隐藏了战绩，看到没，这小子有毛病啊，闪背镜啊，我跳往下跳的过程中，我半空都给我打死了，哼，你说他没毛病谁信呢。你看着吗，这小子啊，有没有毛病，你看他瞄的位置啊，看看看看看，有没有毛病，他起烟头啊，七个烟头啊，他队友，他离这么远，他队友没把那人打倒，他把那人打倒，这有毛病没？又来人了，看他怎么打的。看着啊，看他这波怎么打。这最容易看出来是不是挂啊？你看他瞅哪儿，他就隔着这个墙瞅着这边。你看他瞅的方向啊，是不是那个人跑的方向？正常谁会往这个方向瞅？正常的话是不是都得瞅楼下卡楼梯口啊，他就一直瞅着这边，看着没，一直瞅那房那边。这队友不争气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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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。哎呀。你看他又瞅这边了，不瞅树那边了。你看他突然间又瞅这边了啊！看这边果然封烟了，看着没？看着没？有问题没？哎，要拉雷了！刚才他不瞅树这边，直接瞅那边，他这问题大了啊！问题大了啊！这小子。直接瞅这边呢，看到瞄的位置没？看到瞄的位置，他怎么知道那人搁树后呢？刚才他都打那人去了，对不？刚才他打那人又跑回来，就知道那人搁树后，看，就瞄着这位置啊。你说有毛病吗？你说有毛病没？搁这烟雾开打给打死了，搁这烟雾给打死了吧？是不是刚才搁这没使，搁这呢啊？哎，这回使了13，看这波怎么打？看着没？看着没？看着没？哎，开镜啊！这个有毛病没？刚才这开镜打的，这波有没有毛病？看往前冲了啊！这种情况下，刚往前冲啊！
你看他不知道，他打倒他们一个人，他就马上往前冲啊！看着没？这波，有没有毛病？这波打的，看看看看看，一开镜就有人，这人离那老远啊！一开镜就有人啊！又上房了啊！这小子水平不行啊！看看最后一波怎么打吧，这个圈很小，这波是最重要的啊！这波是不是花，一眼就能瞅。看他往哪房区去，看着没？搁这反斜停，不怕不怕左边房区有人，直接攻下边房区啊！直接过来，拉过来。这个有点奇怪啊，这个打的有点奇怪。14-3了，这波打的有点奇怪啊。你看他，哎呦我去，这边是空气墙啊，啊打死了，15个人头。哎呦我去！哎呦我去！这个压枪啊！不对，刚才他的压枪水平和现在压枪水平不一样了，看着没？我去，18个人头。完事儿，19个人，18个人头。